借由一个装置，我们来讨论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数位工具，有这样的一个装置在，我们可以怎样去思考？怎样子以它做一个工具，或者以它做一个基底去思考？我觉得这个会是蛮重要的一点，因为我蛮有一个感觉的，这个感觉就是说，比方说我一直觉得学技术的人、学人文的人，其实应该引领那些做技术研发的人，当他们的引导者说我们应该要往哪里去，因为你们想的事情、你们关注的东西是贴近你的，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艺术的人、人文的人，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会有一个状况是在说，我们不习惯理工的人的思维方式，所以常常我们在跟他们沟通的聚会的时候会有问题，那导致于我们很难变成是一个引领者。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常常的接触到了一些新的媒体、新的工具，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试着去以那个工具为出发点，然后想那个工具的可能应用层面，这时候你就有那个能力，真的是以艺术人文的为核心，但是你有跨领域用理工的语汇去说话。我这个这么深刻的一个体验，其实那时候是在那个薛副校长，他那时候还在公立院的时候，然后他们在公立院，他那时候就是盘点了台湾经济国外有一些中小企业的一些新兴的科技正在研发当中的一些技术，然后他们就希望说这些技术找一些设计学校、设计科系的同学来帮忙思考说这些技术，因为那些中小企业他们在研发，他们知道这个技术他们就是要用到产业，他们没有很明确的目标，但是他们也只想得到他们原先的应用，他们想不到把那些技术带到其他的领域来做一个更有价值的一个应用的东西。对，所以他其实那时候他就想要借助年轻人，其实设计科系的人的一些创意的思维，然后所以我在那时候因为跟薛富有短暂一些合作经验，所以他盘点了工业院整合的一些技术，然后就是要学生去发想，然后学生在发现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同学他会很快的抓到那个技术的特质，去思考一些可以怎么应用，然后可以直接这样做成创作。但是有些同学是，他完全没办法去了解那个技术的特质，所以他就是你给我技术，那我就讲一个故事。可那个故事本身跟那个技术不太有直接的关联性。所以这时候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即便他讲的故事讲得非常好，可是你对那个提供技术的厂商那些实验室，他这时候他就会说，你虽然你讲的故事很好，那除非你是大师，你是李安导演或者侯孝贤，你来讲，那当然你讲的故事我都全力的时候，因为你的名气够大。可是如果说你是学生在提案的时候，你的故事扣合不到他技术的最精华的地方，这时候他就会犹豫说，我为什么要花我实验室或花我公司的人力来思考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也是从那当中，我就觉得，对哦，所以说，其实要让学生或者说，你们即使有说故事能力，有做创作的能力，但是你同时之间要知道别人的优势，然后把别人的优势拿进来一起照顾，这个会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今天来这边的话，就是有点想要跟大家分享到这样的，然后所以最后面拿一些互动技术出来给大家玩的时候，也会鼓励你会站在这一点来思考，然后站在这一点来思考你那个技术的可能性，在放入不管是在刀子体，或者是戏剧导演，或者是其他方面，或者是音乐创作的一个你的专业的优势，然后加强。那这样子，我就觉得它会是一个很棒的合作。好，我们绝大部分的同学应该都是表演艺术领域，当中有没有同学比较不算是表演艺术领域的？可能是，多美 ，OK。好，因为基本上我本身的理疗的界定是四川跟多美毕业，那你们觉得，你们以你们自身的领域，如果带出去跟其他领域合作，
这个是蛮广的啦。那我们觉得表演艺术里面可以带给其他领域里面去合作的时候，可以带出来最珍贵的资产是什么？有没有同学可以去讲一下吗？的确是这个问题，问其实是有点大。那好，这时候没有答案没关系，我纯粹只是要大家思考一件事情：说，如果你的自身领域你要跨领域跟其他人合作，你要拿出自己擅长的东西嘛，对不对？你要跟别人合作，你就要端出自己最好的一面。这时候你要思考的是，你端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是什么？那我会觉得在表演艺术领域里面，我一直还蛮喜欢的一个东西，是一个在表演艺术里面，你看一个戏剧作品，你听一个音乐，或者是你看一个舞蹈，其实我觉得你的感动的经验其实是非常多的。这种触动人心、感动的经验，我觉得对我而言，它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知识，或者是一个经验啊，比较接近是经验。而你这样的感动触动的经验，你怎样子跟一个比较其他领域、比较带有知识性的系统的领域的人，你可能就是要跟他们讲怎样的情况下比较容易的触发感动，对我而言，或者触发美感经验，这个是一个蛮珍贵的一个资产。但是这个资产其实相对它是比较抽象的，对不对 ？OK， 这点大家应该认同。那，老师，那你刚刚说表演给你感动的时候，对，可是那个表演是加上所谓的那些技术去做出来的时候，让你感动，还是就单单表演本身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我当然是有表演的本身，对，就是让我感动，而不是加上技术。那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才会变成说，如果说现在有一个特定技术，假设这个技术就是机器人、机器手背，它是很绚丽的，它拿到做一个多媒体剧场，你很容易做一个就是那你要去卖票房其实蛮容易的，你可以拿到这个是未来机器人剧场的作品，所以它吸引人，可是它不一定会触动。那我觉得这时候大概就是还是一样，要回到那个表演艺术的本质，真正要触动的，不要是。因为科技加上去，就是让它更吸引，但是本身的表演就是会触动。要不然为什么要加入科技这件事情来表演？OK， 所以现在好奇的说，如果加入科技，它其实本身只能做吸引人的层面，那。原生的感动还是来自于表演艺术，那其实这时候加上科技就没有太大的差异。嗯，对，这是你的 question。我觉得这个的提问其实非常好的，我们可以用这个提问去思考说，我们现在看过的作品里面有哪些作品，它科技加入，它的确就提供了你的另外一个吸引人的层面，或者是你没有接触过的新的感官。那有没有机会有曾经哪一个人做经验，他加入科技，他让你触动你的经验，会是在以前表演艺术的里面你看到作品会比较不同一点，但是他一样是有帮助你去触动你。那个类型的作品，我觉得他就会是非常独一无二的。所以你刚刚提的这一点，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考的影响。OK， 那拉回来这一点，我直接切入一个我最近在关心的一个议题。我最近在关心的一个议题比较接近说，因为新冠疫情，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要保持所谓的社交距离，然后很多人他必须被视讯会议，就视讯会议看得到。那可能这时候我们觉得，的确是比以前的经验好很多的，我们听得到，我们看得到。可是我们还有遗憾，我摸不到，对不对？可能就是觉得我摸不到，这个摸不到让我就是不在场。那或许以后就会开始有人开始思
那当然这种东西它就是要慢慢思考。那我们只要站在一个点去思考，就是说至少我们用的科技或者是它其实是有试的在这一块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可以重新被建立起来。这件事情其实没那么遥不可及，因为我们纯粹讲一件事情，就是以前玩游戏的世界，可能那个玩游戏我们就是人跟机台的游戏，到后来的游戏世界已经变得是不单是人跟机台的游戏，可能是他在游戏的世界里面，有些人沉溺于上面，他搞不好不是沉溺，他更沉溺于是人跟人之间，就他跟其他的地方的玩家之间的对话。所以游戏世界里面其实有某些东西要让人跟人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的紧密。虽然我们常常会觉得说那些沉溺于游戏的他们是活在虚拟世界，他们触碰到的，可是他们触碰到的是你关乎的。曾经有一些游戏里面也是有一些很感人的案例，就是可能那些玩家反应比较自闭，然后他们也从未生活从未见过，但是有一个年轻玩家因为这样子的癌症很多死，全世界的那个在那个群组的玩家一起的悼念他，然后这时候他的爸妈那个癌症的小孩的爸妈才知道，原来他以为他小孩子是真正的，每天都在外家里旁边玩的就是那个游戏的世界，想不到说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其实是很喜欢他的小孩。好，那当下我从那个报道读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能说那样子人跟人之间的经历是不真实的，对我而言它是非常的真实的。只是说它是以不同的语汇、不同形式在进行。OK， 所以这一点是一个还蛮值得思考。我直接会把这个东西命名到一个说未来剧场。就是说以后的剧场有没有可能挑战的是没有现场的表演者，但是你可能表演者以某种的形式存在那里，然后以及说未来剧场有没有可能说它是比较大的，就是观众或是散在不同的地方。那这就比方说我们看有关机器人那部电影，所以那样子的机器人或那样子的云端的一个人，我们是把他当成真人，可是他是个人嘛，他还是科技，他还是人。如果以后我们的表演真的剧场里面没有演员，剧场里面没有观众，可是台上正在发生某一个虚拟的，那我们会把它定义成是人在演出吗？然后我们也不一定会认为他是实验，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讲的，所以说未来剧场。这个有没有真的这件事情，它或许是牢不可破，它是没办法被挑战的。我绝对承认。那我现在想要讲的一件事情，就只是纯粹就是说，你们可以把它思考说未来的剧场，我们现在把它想了，因为我一直也想说跨领域，它不是说因为你跨了一个领域之后，我就把我原本的就天翻地覆的就不承认它了。古典的东西，你最经典的定义，你会维持在那里。但是因为你跨出去了，你踩出去的那一块，你是开疆辟土。我意思说，你的戏剧导演里面，你可以有些人他是完全的可以用真人的演员去感动人。但是如果说你开始渐渐有一批戏剧导演，他是用的是傀儡，他用的是偶戏。他也会感动人，所以他是不是就拓展了表演艺术这个领域的范畴的可能性？现在如果又有新的一批人，他们开始思考说，哎，对，以前的导演是用真的演员，然后开始有人用各类的偶戏、布袋戏，开始有人说，哎，我现在就是用部件，用一些会互动的物件，或一些机构型的物件，可是他一样可以传递他的文本。就是如果戏剧的要素里面是文本是人，就看他切中什么点。对，他可能人的部分拿掉，但是搞不好文本的东西他抓得更准一点。所以当这时候他用物件去可以去讲一个故事，然后可以去感动人，
它拓展了，它真的是跨领域，而且它拓展了表演艺术或戏剧这个的范围。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强调，就是说，你们不是要颠覆原本的意义，而是当你们开疆辟土的时候，你们才有办法去引领其他的产业做发展。我刚才讲的想更具体一点，如果你现在的戏剧导演，你有能力去用物件做表演，你可以做一个无人机的表演。所以无人机的表演不应该是科技公司的那些工程师跟你讲，我无人机我应该非常的配合，他就是不断在这做配合的变化。可是戏剧导演他当然他会想，我需要那些工程师帮我飞特定形状的配分，有特定的缝，可是他就会思考到说，这些形状的缝，他没办法触碰你，然后触碰你的话，他应该要有一些他的什么想要传递的讯息在这里面。所以刚刚回到我就一直觉得这种无人机的导演，他是一个要来自于戏剧，然后会比较注意。
所以这可能是一开始的创作的开始。他到某些地方的时候，他开始会有很多画面跟启动的一个影子，他的身体让你看到，然后接下来可能又进入一个观点。天哪，好 Matrix！ 对，还有一个任务。他有点也是这样，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又凸显沉浸感，可是你的沉浸感，你的过程里面又看着又是旁边的身体，他可能有时间你又回来看你的身体，所以你在那个场域里面其实你在学。这个如果可以串联在一起，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他会蛮了不起。他也会蛮外面人看也会蛮好笑的，一群人带着。很像那个虚拟实境，就那种那个，哦，虚拟实境体验的，不是他以为是真，就他整个跌倒啊，或者做一些很，可是外面人看就觉得很荒谬。那个是虚拟实境里面消费者的确会严重。然后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看过一个那个英国有名的喜剧人，在台湾叫周杰伦。然后他一个那个好笑的喜剧，就是用那个零零七当例子，他叫做 Johnny English， 他就在那个虚拟世界，然后他以为他在进电梯，然后要出什么特别任务，叫他走过街区啊，然后到什么垃圾车发生什么事啊，某个老先生姐姐骑车，哦，所以真实的世界里面看到的那种，好不好？有看到。它就变成是一种戏剧的桥段，然后他把它用在电影里面去戏耍。好，所以有其他同学有一些什么点子吗？这边很熟悉吧，还可以继续做那个沉浸式剧场研究跟创作。那个场景的方向就可以改变。好问题，可以。这个没有写进去，可是我其实我在自己的另外一个版本，因为这个版本我那时候为了教给有点类似把这个技术的意思给我的学生可以使用，所以没有，这是在我自己发展的版本里面，我以前做过多少次做，我其实是有一个我可以在一个 touch panel 里面去往这个方向推动，它会造成那个世界的力量给我。那你这个是不是真的？也要这样的，它才会好玩。就是比方说，这个世界舞蹈的运动，它创造了一种立场。可是我在使用那边，我可以更自由的去营造另外一个立场。而这两个立场，它其实之间它可以互相看。因为我当初之所以用手指头去做，有一个用。对，我可以直接跟你讲细节，因为那个是在我摸索过程里面，我觉得没有一点。我先讲，我个人的创作，我有在寻找演算美学跟舞蹈或者表演艺术的对话，所以我在寻找那个演算美学里面是一个流动的东西。我觉得它流向是一直不断在做一种流动跟一种消失，可是它某种的状态是。我觉得涡旋的状态是，涡旋算是一种perfect的一种流动状态。有人说过的那个话呢，就为什么梵谷他画的画他的星空？对，有人用科学角度说，他的涡旋就是一个perfect的涡旋。然后perfect的涡旋它发生在大自然现象，就是那一次的台风，台风也散不掉的那个状况，它就会比较是接近于perfect的涡旋，因为它的流动的东西。它会周而复始的，在一个场域里面，它会持续的有一个韵律感在，然后它会因此力量和凝聚而越来越强。因为流动的东西其实发散的，它就会消失掉，你很难被达到这种质地。所以我当初其实用手指头就是想要把这个涡旋给它创造出来，然后那个力量你就感受到它的涡旋被聚集。差别性，因为其实我最近也有在研究这个。OK， 好，这个就还蛮技术性。我可以直接跟你讲，你用体内的好处是，
然后杀人，对，他是深，他的本质是深度，那他是抓深度嘛，但是他背后用的是红外线，红外线的摄影机，红外线的技术，所以他的抓捕手段很强。如果我在剧场里面，假设这样是一个形状，我再换灯光，我再换灯光从这个 QA、QB、QC 这样换的时候，这个对于这种的摄影机，它都会干扰。它可能在切换的那一个瞬间，它会跑出光。而深度摄影机体内不怕灯光的切换，所以如果说你的环境里面的灯光它是一直不断在改变的话，你选择体内会比较保险。啊，可是因为我这个东西以目前而言，它之所以受影响，是因为它虽然是用那个光学式的那种光学，它会受灯光影响，但是因为它受了灯光影响之后，我有一道机制叫做光学电视，就是我这时候是在算做动态的东西，我不是整个画面都在算，所以我在那个部分会把这个的影响转化，就是把它过滤掉，所以。它会一直在你在做灯光改变的时候，它的自动灯光它又会重新再调整一次，所以它会导致你的身体抓到东西会不一样。对啊，我好像马上想到就是这个。那动态捕捉有没有可以接？那就是接动态捕捉是什么感觉？对，可以就是转进那个剧场。你是说这个的动态捕捉还是模型可视？模型可视。可以转到地上。对，你觉得它有光是可以去定向的地方吗？有啊，那个模型可视的话，我从法国离开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去美国的阿里桑那的时候，那边那时候就是他们的模型可视的编制。非常的豪华，然后去交通啊，豪华不是吗？豪华就是因为他们当初是把 BOT 教室跟去交通请去那里做住校的艺术家，然后他整个大学那时候就是要回归这一块跨领域，他们算是那时候跨领域上面，你可以把那种明星级的编舞家请到来学校，这个也说我的实验室。我就是提供给你来的，我这边做创作，那把我实验室的技术带到全世界去，所以说豪华，豪华就是那个的，就是贵，就是贵。以我欧洲的人过去美国，我第一个感觉是美国人真的是有钱，真的是有钱。我一到那边，我就是，好吧，来美国念书的话，你就是要享受这种东西。啊，可是从那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冒险回去，因为很简单，就是那个东西。哦，因为我在那边，我享受非常好的待遇，就是我动作去抓下来之后，它里面有工程师帮我把动作把它清理的干干净净，而且这样子他把钱，然后之后转给我说 ，OK， 因为我那时候是有点是他给我那个化工学生比较基础，请他去用，我被养坏，你知道吗？我是被养坏，你以后叫我说，你旁边你要自己弄，我打死我不弄了，太累了。他一开始有人帮你做完校正，校完正完你做完工作之后，还帮你把 beta 扫得干干净净。哇！对，可是那时候我才发现说，因为他们选我的时候，挑我过去，我觉得有一个价值还在，我在高我的实验室里面有一起，我一直是被他们，所以我们思考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思考是模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在 Venom 里面或者在电脑里面。这个世界里面去模拟它，我是要从角度去思考。没错，我比较疯的在模拟演算法这一块，然后他们就可能就觉得，这个东西好是特别的，所以他们要么是你的特别，就是艺术家的特别，要么就是你学的技术是哪一种依赖硬体的技术，依赖的是软体的演算法来源。那所以你刚才讲的问题是说，这个东西它会不会用在？
表演，他用在电影院有，对，现在用在表演，会，我觉得还是。